它是这种全蕾丝的，而且它是有点像类似马甲的设计，它非常的紧，它是合身的哦。但是这一件的话呢，只能就是给比较瘦瘦一点的女孩子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弹性，再来它也没有分尺寸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 S M 的女生就是差不多 ，S M 的女生才可以穿。然后它这边也是有做一个肩带的，后面长这样子，来看一下它的后面。天哪，这件后面想要干嘛啦？你们看一下它的后面啦，它的后面是不是很过分？它是全镂空的哦。然后如果你们是不喜欢里面直接穿小可爱的女生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你们里面的一件小背心，直接当成内搭。然后这件还有个好处是，它里面有附胸垫，它这里面有附胸垫的，但是因为我刚才就直接小可爱一起连着穿啊，就不脱了。但其实如果你们是平常要出门，你们不想要再穿紧内衣的话，这个是可以直接单穿没有问题的哦。它里面是有附一个垫子的，然后它的那个蕾丝，近看一下，它一样也是软料的蕾丝，然后中间有做一点像这样子网状的洞洞，穿起来非常舒服哦。然后它是这样子半截式的。